我没有，你不要乱说。他真的有，他骗人，他一上来就摸我大腿。好，开过去。贾小姐，我现在怎么办？我好害怕啊！小姐，刚才跟你分享发生了什么事？不是因为那男的他很变态，一上来就摸我大腿，然后我叫他，如果我闪他也没有用，他还是就是摸我大腿，我真的很怕。不要紧张。对啊，那贾小姐，我现在要怎么办啊？不要担心，我会协助你完成到一手续，而且会保护你的人身安全，不要紧张。谢谢。